我是阿鱼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今天要来教各位如何用直笛吹出 K-POP 歌曲。看了前三支教学影片，我发现慢速版的练习好像不是特别的受欢迎，所以从这支影片开始，我们就一律采取元素的进行。如果觉得太快的人，再自行将速度调慢练习哟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这首歌只要遇到黄色的发都要吹升发，并且这首歌有一个大魔王的音，它就是降咪，这两个指法在前面就教过了，不熟悉的人要往回翻一下哟。今天第二首歌是这首歌呢，只要遇到黄色的西都要吹降西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这首歌，它也是一样，遇到黄色的西要吹降西，并且这首歌有一个大魔王的音，那就是升哆。请熟悉这些指法之后，再继续进行练习吧。不知道各位是否学起来了呢？请记得多练习多复习才是成为高手的唯一道路哟。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请不要吝啬的订阅、点赞以及分享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你想要练习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次我就把它们做成教学片了哟。就这样。